一个东京乐吗？在哪里？是许君桥。姐妹装。为什么要挑那种奇怪衣服？没有游泳功能。对，他不能游泳。他不能游泳。他有什么？溜着别人，海就掉出来了。哇！你好，米菲。今天呢是我的妈妈放风日，我找了我的好闺蜜们，今天呢要来跟他们玩一个夏天都一定要玩的游戏，帮各自来准备比基尼。那我找了好朋友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，我们就来邀请我的好朋友们来吧。混乱混乱，是维尼。耶。Hello。方子跟小佳。对，我们已经之前呢就是有先帮大家抽签，就是大家谁要准备谁的。我一定要准备谁的？我准备包子的。那么包子，我准备小乔的。我准备小咪的。我准备维尼的。耶、yeah. ，那我准备海涵。我的。OK， 那我们先从谁要开始来拆包子？一组，维尼跟包子。好，我准备呢，我准备三套。还有三套，蓝包跟左边右边，好不好？什么叫？还是你眼睛闭起来自己摸？开盲盒，你自己摸自己摸。左手右手。跟你一样是不是？怎么跟我一样？那个对，但其实我更希望他可以穿另外一套。对啊，他还有露奶，对，你拿着他，我觉得有突破到。然后他还有附赠两条长袜，用啊！先去饭吧，先去饭，好，饭，先去饭，饭，饭。哎，我真的挑很久哎，我真的挑很久，但我觉得我特别适合你，我白啊。就是你可以让你该露的露，不露的还可以遮起来。对，他是很用心耶，而且他是有休息感，他这边还那个可以哺乳，是不是？他可以打开你的哺乳吗？这是一个这样吗？对的。这个有带小孩的状态好吗？这个是我帮涵涵的。耶！哇，看他很期待，因为他有跟我学说他不要露太多肚子。哦。肚子，因为我肚子现在太胖了。我帮他选了一个超可爱的日系风。哇！其实好看，穿出去其实也可以，哎，就是可以当上衣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上衣啦，不好意思。就这个没有，这个很松哎。我是想要讲我怎么裤子，然后我们那个咪菲穿起来，它有一点松了。然后结果我说你这边，我说妹妹很松哎。许君桥直接说，哎，你妹妹那里很松。还是省略，不省略。等一下，只有我穿。嗯，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害羞？然后它是这边是哪？这怎么穿上去？这边是这样子的，这边是这样。我对于这块布有点不太能理解，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这怎么一身套装？咪菲抽到千王，是这样试穿过吗？有试穿过了，他试过然后不敢穿，然后成功了吗？你成功了吗？这个你试穿过就决定送给咪菲了吗？这件其实很好看，因为这个我可以啦。不知道在哪里，这件他根本就不知道正面是哪里。你真的有穿过吗？有，我穿过。我是问小乔说你的上杯多少 ？H。可以了。但是你已经成功让我们感受到英文字母大神，你已经感受到英文字母的震撼。对。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就算比方案，我们不勉强。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就裸体。什么比基尼之类的？为什么不脱姐啊？下次去带巴西比基尼好吗？对对对，可以。哇，这太好了！不要下班好吗？哎，那这个名字是谁？你这个Hello姐妹 ，Sister， 你准备的是东西给人家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他到底穿泳装后什么样神秘的状况呢？我们就去楼上的泳池看吧。我旁边叫。我已经真的超会照顾人。看他皮肤真的很不认识。就要奶奶，我想要你的奶奶。来，这样这样，现做你的奶子吧。不，这样这样好看，再这样好看。等一下哦，好，可以了 ，OK 了。还在忙什么？
多。欸、总之、就是，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来看我们对彼此到底有多讨厌。就是塑料的友情。就是大家很爱。快点插进来，我觉得你可以快速的转进去。可以啦。你觉得我选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很适合我，而且很好看。我觉得黄色系好看，我有一种最安全、可爱系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。你像老妹中人。很像大小姐的感觉，开发家的那一种。开发家的八九分。一定没有漏哦，没有漏点。我看一下啊。其实这件呢，我觉得上半身还可以。为什么我会穿牛仔裤呢？因为下半身真的会被黄标，太露，真的太夸张。我觉得其实这件性感的是这边，鼻豆子在旁边，这样子，鼻豆子很尴尬，就是蛮好看的。如果穿这件当牛仔裤，然后现在很流行那种高叉穿里面，这种拍照功能它没有游泳功能，它不能游泳，它不能游泳，它有它是鼻豆这边，奶就掉出来了。哇哇，对，棒哎，我是很像最新的 Barbie。帮你披一个金色头发。想问一下，如果是芭比的话，你要怎么走秀？因为芭比的一个芭比，芭比来，芭比不是在我，不是啊，大家知道跟谁当朋友了吼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朋友。那我真的可以来一个东京乐吗？行不行？是徐君桥，姐妹装。为什么要挑这种奇怪衣服？我觉得非常好看。下面真的就是也跟他那套很像，就是非常的露。因为他其实白色的皮肤搭这套的话，他其实蛮衬的，而且他微微的肉，有点下垂。微微的肉，微微的哥哥。生理期来不太舒服，他就先回房间休息了。所以我们来打架啦！第一届坐骑比赛。我一定要选谁？我随便啦，你选一个，选一个。你选一个。超差的，每一家都是塑料的，运气很差，送一杯就是一杯，而且重点是报应来的超快，超快，两件早超时尚，这是一个开心的度假的行程，好开心。然后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再邀大家一起来，就是互相换取惊喜，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自己选择队友。然后全部人都要我买。对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女教们，可以搜寻他们的 IG 还有 YouTube 跟脸书，记得按赞哦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阿林哥在旁边再贴贴，跟我讲说你们最喜欢今天的哪一套笔记呢？欢迎在底下跟我们分享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希望不要黄标，再见。不要黄标，不要检举我，谢谢。